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国际版又要上线一个新英雄了啊，就是这个啊，叫做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它是繁体字啊。至于它是什么英雄，我们可以等一下往下看它的技能啊。它是和国服的某个英雄一样的啊，某个英雄它的名字三个字啊，还是一个女英雄，然后就是变性的英雄，到国际版就变成了男性。这个男性还算看得过去啊，是不是长得有点像百里守约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技能特效吧。其实他的技能就是国服公孙里的技能，我没看到啊，他是普攻两下触发被动，但是他的被动不是和国服一样的，国服被动是爆炸，在对方英雄身上爆炸，他的是直接召唤出一个那个自动攻击的一个怪物，就是像这样啊，像那个亮点那个地方啊，他会自动攻击，这就是他的那个被动效果，打两下啊，打两下之后第三下就会触发，我们看到就会跑出来自动攻击，这就是他的那个被动效果。然后其他技能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一技能是吧，公孙离的一技能也是这样的，然后飞回来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二技能，释放之后然后绕一圈再飞回来是吧，然后大招吹灰把可以把敌人吹开，然后再飞回去是吧，这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公孙离的技能，就是被动的效果不一样啊。大家觉得这个国际版的公孙离怎么样，欢迎大家这边评论留言，然后后续会给大家 来一期实战的效果啊，实战视频。好，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视频，那我们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